这个要炒4个小时啊。4个小时。哇，这样久啊。这个是白咖喱面啊。大右兵就在这边，然后再转过来，这里就是他的咖啡店，叫望仙茶禅寺。这咖喱料。咖喱的辣椒。这要做多久啊？4个小时哦，现在已经几个小时了？3个小时，我刚7点到现在。哦，然后一直在搅。对。嗯，很香啊。搅到出油为止哦。蛋呢？他也是用那种拌面的，不是黄面。好、啊，不是黄面的拌面。香。哦。哇，锁令啊，那个银盾。那面会比较粗啊。比较粗。感觉是有，我讲麻油味跟那个甜味。哦，它是偏甜的、哦。偏甜的、啊。啊，这个是重要的。叉烧吗？那叉烧是它出名的。香吗？啊。这个要炒4个小时啊！4个小时，哇，这样久啊！没有，它会臭那个咖喱味啊，人家吃掉啊。哦。因为这边里面很多料啊，7-8种料啊。7-8种料啊。7-8种料在里面。哦。炒不够香哦，它人家吃到味道很不好啊。哦。不够香。嗯。臭那咖喱味、咖喱粉味啊，人家讲。哦。